人生状态的更新是九月底到，到现在，现在是二月十号，二月十号是，对，二零二一年二月十号，呃，除夕的前一天应该是小年夜没有错。And at first, I'm gonna say Happy new n a r s e Year，先先祝各位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 那我想说，就是对你现在看到这个背景是我在高雄的家，对，就是我搬回来高雄了。嗯、um,，我以上我上面会讲的东西，其实是其实会是我个人的东西，希望个人呃希望别人不要带入太多的，呃，就是什么啊，你说地图炮啊，什么什么的。 好，然后我今天声音听起来有点沙哑，或者是比较深沉一点，是因为我才刚睡醒。好，那我想说的就是我在台北，呃，第一个我会回来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存不到钱。如果一样月薪都是两万五三千的话，啊、呃，不对，两万五三万的话。 那我在高雄，如果住家里，我可能一个月可以存到两万多。可是如果我是住在台北的话，我光是付房租一个月就是一万块，然后吃，也可能吃到一万，尤其是像我体型比较大只的人。所以，嗯，权衡之疑，最后才，最后就选择继续回高雄。 那，对，嗯、啊，那那那对，然后第二个原因应该就是，呃，所经历的挫折感太重吧。那这个就是个人个人经验的部分。嗯、呃，刚毕业的时候，我我有去做过选举，那。 选举能不能走到后面，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呃，就是很多，也不是说黑暗面，就是体系，体系没那么好，或者是光是一开始就有内部斗争，就很难让。 你去愿意选择同样一个区块去做经营，对，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这支影片什么时候会上啊。反正我在前面应该会有一支第四前公司大，就是做比较久的公司的的 blog。 也不算 vlog，这算写词，就是 diss 人家，对，啊没办法，就是真的太烂了、啊。你答应我说三个月内要调薪，你不给我加薪，啊我频道帮老师做了，帮人家做了三个月三千订阅，对啊，那不加，啊你又把其他人把其他高阶主管弄走了。 啊，下面有人听你们瞎做也是很奇怪啊，就是啊，这也是我在想讨论的一个东西是，那到我这个年纪，你到底追求的是钱，我是为了钱多而工作，还是我是为了经验而工作？ 我家里希望的是，你要找到至少可以糊口，就是至少要打工啊，或是做任何事情。可是你瞎挑、乱挑、乱选，小公司、大公司、外商公司，哪个公司是好公司，其实你无从得知诶、欸，尤其是在。 台北的算是一个大染缸里面，那个 logo logo all over the 就因为我我那时候有我后面应该还有一支 vlog 是，我骑车聊聊天的部分，那就是我有提到说我后来有去一个二手车行，他们想要做频道。 结果呢？去擦了三天的车，然后就离开了。前提是我已经给人家一个礼拜的时间，就是我答应下来，至少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他其实可以组好电脑的，而他电脑连组都没组，我看不到他们的诚意。等于说，他们想要的是进去多培养一个多功能的业务，只是这个业务要多。 多了会剪辑、想企划、拍摄的功能。小公司嘛，有时候如果你跟我谈这件事情，我嘴上一定要会碎嘴，但是私底下也不是说私底下，就在这个时候我在讲这个部分，我就会用一个“啊、小公司嘛”的语气来告诉你，来来做一个统一的回答啦。 那那一只 Vlog 其实后面有提到，说我有以接案的方式去跟朋友谈。Well，呃，其实后来这个案子也吹了、啊。你说是不是我我太毛？也许是吧，也许是吧。然后，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在工作工作上，我会把它维持在一个至少要告诉自己，我有一个责任，甚至一个专业的态度。在我两周内，所有的社群都创立的、创建的，我认为相当的迅速吧。迅速，该做的都有做啊，该有用的该都有用。 可是有一天，那个人就跟我说：“我发的文不够有个人的特色特点。”然后说什么他，的然后，然后说，我就说：“哎、欸，那当下你现在可以讨论吗？”他说：“不要讨论，不要动不动就找他讨论。”他现在在忙，他现在跟我讲会谈到爆气。对，然后又觉得说。 然后又觉得说，我现说在什么现在这个素食文化里面，呃，跳脱不了框架，然后又有点呃有点严重的说，哦，好像发文都把实况组啊当成卖肉玩具之类的这种这种东西。那我当下就会啊、呃、天打五连五五雷五雷轰还是五连轰，就是。 晴天霹雳了，我就觉得说，我哪边做不好？我什么东西做不好？我做不好了吗？我我我我我到底这两周做做了哪一个部分不好？你可以跟我讲啊。可是你不能就直接套一个，呃，我在经营社群跟我经营工作态度的时候，然后被你这样子一个。 莫名有点莫名其妙的情绪发泄啦，就有点太带入他个人的，有点太带入他个人的那个当下的被其他外在环境所影响的情绪在里面，所以也不是很开心，就毅然决然不不做了。对，然后我就那时候。 嗯，um, 我的思想有时候会跳比较快一點，那时候跳一跳就跳到最后，还是回来高雄好了，还是回来高雄好了。我这边没有批评谁哦，我没有批评，我边没有要谴责，或是说什么什么什么是对或是错，有时候就是就是这样子，就是就是就是这样子而已，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想说什么？呃、欸，事业讲完了，事业的部分讲完了，还没更新。那关于刚刚给我自己的提问，只是一直都反复的在我的头脑里一直在反复的询问自己：我是要追钱多还是追经验？经验是要做什么最好？ 我觉得我这个问题就留给之后的我自己。希望明年过后再回来看这支影片的我，有所成长。关于事业的部分，对。嗯，然后你会看到，其实我后面其实很乱，这边还有一个台灯的线，然后后面还有一个铁盒，这个上面贴满了邮票。 这个东西是我最近回来的两周内在清理家里的东西。对，清理家里的东西。呃，家里的东西，我我觉得有时候也不会去怪父母。有时候那一代的物质本来相对就匮乏，就会觉得说：“哎、欸，怎么这个东西留着好像有用，这个东西好像留着有用。” 殊不知，其实、呃、往后的五到十年根本就没用过。我举例最简单的，我小时候去学朱宗庆打击乐，然后那些乐器到现在都还在家里。Oh my god！那、呃、你这個东西家里空间就这么大，你一直囤，一直囤，一直囤，下不掉的话怎么办？哦，是我就是放在虾皮上卖掉啊，顺便推推我自己的虾皮啦。 那我的店名叫做小陈的店铺啊，就是它是卖场，不是商城，是卖场，不是商城。那小本经营啊，所以哎、欸，也都是大部分都是二手商品居多。请大家砍价的时候啊，也不是说大家砍价的时候可以小砍一点或者怎样，反正你你觉得你有喜欢的，你跟我讲，比方说我可以给你一个。 优惠，或者你觉得有一个你适合的价格，你就跟我讲。对我推，顺便推推自己的虾皮，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直推 <laughs> yeah，然后啊，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讲了嘛，vlog 啊，就是刚刚讲完前面的东西了，vlog 还是会出，但是可能会比较慢。主频道的部分，那有一些新的东西。 可能会考虑着做，那其实也要考虑到南部的网路，因为呃二十年的老房子也是大楼，二十年的老房子，其实在当初的设计，并不是每一间房间都有一个网路线孔，那个年代只有电话，所以那个年代是每一个房间都有电话线路，啊，你网路怎么办？嗯、啊，连 WiFi 啊，啊，不要牵线，啊，牵线重新重新。 迄算路针看嘛爱钱啊！阿公真正的，这间厝嘛唔是我的。啊你啥，你当公司嘛唔当公司？能不能开台？我还没测试过。我后面甚至想要在 YouTube 上面做直播，反正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创意的想法。但我觉得，就很多事情到后面再说。你只要有订阅，你只要有锁定。 基本上我都會记得大家，我以前记得有一对姐妹也是在我的频道林家吧，姓林吧，林家姐妹，我不知道你们还不在不在，但是，呃，我记得你们，对，对。那我去年就有说我的主频道游戏跟摩托跟摩托车都分家了，很高兴摩托车可以回到高雄，有更多的三宝。 有更多的地方不戴安全帽在路上骑乘，那未来呢？这些东西都将，就是，那未来呢？战场就这样子搬到高雄了，啊、um,，大概是这样吧。游戏的部分就再看看，也许，也许，可能打游戏拼高一点就没差。 就没差，但是可能没办法直播，我再猜啦。Maybe I'm not sure. Oh God, make a test. 那新的啊，像已经到二零二一的二月二月份了。现在除了 Podcast，那还有什么 Sound？呃，没有 Podcast 就是 Sound，就是 Sound House 一个平台。我是说 Clubhouse。 一个新的 social media，虽然说我记得啦，我自己还没收到邀请，但是 Clubhouse 它的 server 它的东西其实还并不是很完全。Yeah, 然后，然后疫情影响，感谢他妈的中国武汉肺炎。Yep，、yeah, 然后，哼 <laughs>。 现在所有人的月经习惯基本上有有所改变，除了肺炎的关系，基本上 m o r k f r m home 也是未来的趋势。那重点是未来会如何发展，疫苗什么时候会施打？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身为一个地球的公众，就在拭目以待。 尤其在台湾这一块，防疫做的虽好，但大家记得出门还是要戴口罩。呃，对，就是希望各位不要成为所谓的防疫破口，不然，呃，有时候就是就是就是多注意啦，多注意。我很感谢政府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及早注意。同样是去年，同样是去年的这个时间。 甚至在前一个月啊，就是二零二零的一月份的时候，政府就先注意到了。其实，这是这是好政府的一个表现。不管怎样，不管怎样，至少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做对了。你只要做对了一件事情，那你那一那一件事情永远都是一件好事，永远都是一件美事。 嗯，um, 对，这个、这个这个晨聊好像有点太太跳了一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我对二零二一的期望跟跟一些想法的阐述吧，对吧？那谁不想一夜暴富呢？<laughs> 那最后可能就先祝各位，那刚刚前面讲了，祝各位新年快乐。 Happy n New Year，还没有 ending，那我后面会再加什么？我再思考一下。但我还是要讲一件啊，就是讲说，所以啊，不要讲什么牛年行大运啊，祝大家发大财啊，发大财，发大财这件事情才是对每个人开心的。啊，不是那个发大财，那个发大财已经拜了，拜拜，发大财。啊，但是发大财这件事情还蛮实际的，希望各位都赚赚的饱饱的。 呃，其实身边很多文组的，我是觉得说，嗯，那这样，有些人感叹说自己没有当理主，然后去电子工厂或是传统，就是金元代工这种啊、呃，科技产业啦，科技产业好像去二零二零年可以领很多年终文组怎么办？文组好像都领不多。其实，其实我在思考一些。 别的东西，别的品牌，对，所以其实文组也不用太担心啦。就是文组的部分，如何如何做出自己的品牌，自己的事业才是最重要的。讲的风讲的风轻云淡，但实际上心理压力一定是有的。不管是谁啦，在相同的道路上。 还记得彼此互相扶持，多多加油。对，大概是大概是我我有什么东西要讲的吗？应该没有了吧。那最后啦，最后，呃，二零二一就刚刚讲了嘛，希望各位发大财。就是二零二零直接讲过相同的话，因为钱是即将面对，是最为现实的事情。 那也希望各位就是好好的赚钱发大财，啊，股票也是，也是大赚钱。那身体健康啊，身体健康，常生病的身体健康啊、哦，不常生病的继续保持。那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今天是小年啊，小年夜，二月十号。那影片什么时候发？我不知道。Set，that's all. Hope you guys enjoy this video and talk to guys next time. And, 我是 Gavin Gavin c h e n 我有三个频道 g a i n 日常，然后也呃，其实我有四个频道，游戏间跟 VOD 还有 m o t 那 Facebook 最近有打算重新回来把粉砖办回来，到时候再看看，我会再发到我的呃，我会反正开的时候就会跟大家讲了。 And also my Discord，Discord Discord 也可以进来。第一手资讯这样的 i n s t a g r a m i n s t a g r a m 发一些绯闻、鲜动的生照片、甚至作品都有。虾皮，虾皮。那未来会不会再开一些其他的有的没的？到时候再说，到时候再说。That's up，Hope you guys enjoyed. I'll talk to you guys next time. 我拜，我拜。Bye.